走慢一点，走慢一点。压着，压着，压着。压好，压好，压好，压好。来，一个开车门。本分局于4月3日早上10时许哦，接获民众报案，称有死亡案件。警方立即到场调查，发现是兄弟争执扭打，致哥哥死亡，经送医不治，已第一时间逮捕犯嫌，全案进行司法相验，并依杀人罪嫌移送新北地检侦办。